大家好，我是李医生。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，很多朋友呢都可能有过失眠的经历。长期失眠啊，不仅会让你变丑变胖，还会增加高血压、糖尿病的风险。那么失眠的诱因有很多，大家往往会忽略，有些饮品呢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偷走你的睡眠。第一种就是咖啡和浓茶。那咖啡和浓茶呢都含有不少的咖啡因，会抑制大脑当中腺苷神经递质，而腺苷呢是调节我们睡眠的内稳态因子之一。如果咖啡因摄入过多呢，会让神经系统变得兴奋，大脑呢就更容易处于清醒状态，让人不容易入眠。另外呢，咖啡因也有一定的利尿作用，再加上喝咖啡喝茶的时候本身就要摄入一些水分，就更容易增加夜尿次数，从而呢影响睡眠。那除了茶和咖啡呢，像一些巧克力、提神饮料，包括奶茶、热可可，都可能含有不少咖啡因。建议呢，我们下午两点之后不要过多的摄入，尤其是对咖啡因敏感的人群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酒。不少人在睡前呢喜欢小酌一杯，觉得喝完之后脑子昏昏沉沉的，能睡得更好。其实不然，酒精呢虽然能帮助睡眠，但是呢，大量的酒精呢会使大脑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，很容易导致一个晚上醒来好几次，在深睡眠期会很短，甚至呢几乎没有。要想好好睡一觉呢，上面这两种饮品不要再喝了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健康知识。